我决定和小希结婚。对不起，请您保重。简直就跟你爸爸一模一样，混账东西，你这个混账东西，你这个没有良心的家伙。妈，放手，我不需要你，你放手，放手啊你，随便你爱怎么过就怎么过，看你多有能耐。没错，你爸爸他自始至终从来没喜欢过我。是啊，我是恶毒的老妈，恶毒的老婆，我的眼睛里只看到白花花的银子，所以我没有办法了解你跟你爸那种崇高的灵魂。但是是谁撑起了希望之家，是谁坚持到今天呢？妈，你尽管走，去去跟那个一脸善良的小希结婚，我看你多幸福。院长，别那么激动，小心身体啊！你别说了，院长，来，改天再说嘛。请问你是韩小希吗？居然在这里遇到你，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我？之前我去希望之家，我们有见过面，你记得吗？哦，我是来见世君哥的，不过学校说他没来上课。哎，我们找个地方喝杯茶吧。你长得好漂亮哦，难怪世君哥会那么喜欢你。对不起，如果你不高兴，我跟你道歉。其实，我非常喜欢世君哥。不过，不管我再怎么向他献殷勤，他都不为所动。我一直觉得很奇怪。不久前，我才从祥君哥口中知道你的事。我很早就想见你一面了，好巧今天遇到你。怎么了？我脸上有东西吗？哦，不是。那是我喝过的。你没事吧？没关系。麻烦你转告世君哥，请他到我家一趟。我爸一直叫他有空来玩。其实啊，我爸爸他也很喜欢世君哥。这么说来，我们家人还真是一厢情愿。改天我们三个人正式见个面，好不好？其实，我已经，我跟世君哥，啊，我们没再见面了。哦。为什么？
事情就是这样。我迟到了，不好意思，我得赶去打工。很抱歉，我先走了。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佳明，他是你家乡的朋友吗？是。那你写一份履历表来，明天就开始工作。韩小姐，你要当他的保证人吗？哦，好。不想找工作啊？你一定要考虑我的立场，认真工作，知道吗？你也改变了好多。慧婷打过电话来，